在你生命里面的所有这些虚拟的资讯、啊、可有可无。如果这一点不认清楚的话，你的整个脑袋里面会非常复杂。不能看看小说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英雄，最主要在满足我们心思上，我们对于社会的认知以及我们的需求有所不足够的地方，希望有一个英雄的角色来填补。生意人看到了这个漏洞，就马上会提供各种的角色来填补你那个虚拟的空虚的心理，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。那我们再看，所以常常股票有所谓的年限，什么叫年限呢？一年365天把它平均起来，所以如果有一个股票一天涨了300多点除以365的话，年限就变动一点。一个一条一天只会变动一点的，跟现实社会股市的变动完全无关，但是你却会听到这些奇奇怪怪的名词，什么年限、半年限，股票再怎么涨跌，它也不会动，365分之1能怎么动？我们这些都是虚拟的名词，这一类的名词相当的多，混杂在你的脑袋里面。我们再看看，所以爱你到永远。这个爱你指的是资产，或者是指的你的健康，或者是你的美丽。那么这种东西，所谓的永远都是虚拟的东西，人类没有办法精确的去描述跟计算。那听到这个还会有感觉的，我觉得你应该冷静一点。这些都是虚拟的一个名词，没有办法量化的一个东西。那么再看看第二种，是真是假的，这些东西最容易把你混淆。虚拟的东西其实没有雨天见你照样在吃便当，其实是没有差，但是是真是假、半真半假的这些资讯就很容易困扰你。比如说美女、什么事叫美女你搞不清楚，到底是要称赞这个生技诊所把它整容整得这么漂亮呢，我们应该称赞医生呢，还是称赞这个有勇气去挑战自己改变面貌的人？你就被混杂了，像一些广告卖的药、卖的东西到底是真的假的，讲的从来没有缺点，那这个东西到底真实的成分多少，没办法辨识。像历史、像道德啦、像财权这种东西呀、像励志的哲也，我是怎么成功的，我怎么能够达到这样，我年轻的时候是怎样，这些东西是真是假，你听了以后坦白说没有太大帮助，不可能成长一个新的时空，然后跟以前一样也照这个方式，根本就不可能。这些东西啊，成功者的经验是真是假，还有一种容易别人对你的批评，是你放在心上，否则是绝对没有。但是你放在心上，你一直当真，那个批评就当真；你一直很认真，那个荣誉就非常真实。你觉得那个没有什么，就没有什么。这些东西就不存在，它确实存在，但是是真是假，我爱你啊，或者是信你，怎么样界定信？因此都没有办法搞清楚怎么样子界定。比如说我们做事情做成功到某一种境界，这种境界的东西是真是假，或者是做某一种技术某一种的功力，这个都很难去评价。还有我们的健康是真是假，你说你很健康，我希望能够幸福，你怎么控制全身各种的器官来维持那个健康，很难界定。还有像价值的、像知识的这些东西，其实是真是假。那这些东西我们经常在社会上、在资讯上、在手机上会碰到，这是成功的七个习惯。你真的做到了这七个习惯，你也不会成功。为什么？成功的因素有1000个，它是其中的一个，还不一定是真的哦。他已经成功了，爱怎么讲那怎么讲，你有办法阻挡他吗？你没有办法阻挡他的时候，这些东西是真是假？那么谁敢去挑战成功的？马云说成功创业有4个秘诀，你还想学吗？马云已经不晓得在哪里了。马斯克成功的关键啊，是要跟顶尖的人才共事。现在是你的天下，谁能够敢说这个是不对？但是我们因为不敢去挑战，你的心事里面就存在。